好累呀，我要上床睡觉啦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和白雪挤在一张床上，你看看这床还这么小。哎，有办法了。锄禾日当午，贝尔姐姐，你可以小点声吗？我真的好累呀。我在学习呢，你睡你的呗，别耽误我学习啊。汗滴禾下土，贝尔姐姐，你真的好吵呀。怎么这么吵呀，你两个还不睡觉？母后，我在背诗学习呢，白雪妹妹总说我吵她，要不你让她出去睡吧。母后，我好困呀，我真的好想睡觉。贝尔学习呢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来来来，母后给你找个地方。母后，你应该给白雪找个地方。白雪正在休息，走，上母后房间去学习。啊。